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李佳琦的直播，他在直播间里推荐了一款男士用品，很多女孩都在刷呀，他不配。话虽这样说，但是为了防止你的男朋友偷偷用你的护肤品，该买的还是要买的。所以说呀，一款合适的清洁用品还是非常重要的。长期不做清洁呢，会使油皮更加的油光满面，会使干皮呢毛孔粗大，干成手术皮。所以呢，为了让你的男孩变得清清爽爽，这时候入手这款 BRTC 男士活力水漾洗面奶了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这款洗面奶呢是专门为男士设计的，而且 BRTC 是韩国的国民药妆品牌，他家的女士护肤线也贼好用。后来我看到有男士护肤线，我就给我的男朋友买了一套，把他当做小白鼠。没想到这款洗面奶真的非常好用，纯黑色的磨砂外壳，它的包装就很直男，一定可以俘获很多男孩子的芳心了。膏体是银灰色的，它含有天然的竹炭粉成分，可以去除污垢，强力解决皮质和黑头，有一股清爽而不做作的香气，一点都不甜腻，是男孩子喜欢的味道哦。这款洗面奶用手搓揉也能起出泡沫，用起泡网起泡效率更高，泡沫超级细腻丰盈，可以去除肌肤上的污垢和老化角质哦。这款洗面奶简直就是油皮的福音呐，它可以收缩因皮脂分泌旺盛变粗大的毛孔，调节水油平衡，还能镇定油 T 絮等各种原因导致的损伤皮肤，换你清爽颜值。保湿专利和天然保湿因子，保证你洗完脸以后肌肤 Q 弹 Q 弹的，对干皮也非常友好哦。我呀本来是一个大油皮，但是用完这款洗面奶以后脸变得清清爽爽的。另外呢，硬汉也是需要呵护的，这款洗面奶呢是低刺激配方，纯天然的成分，不伤肌肤哦。最后，这款洗面奶现在价格非常的优惠，赶紧买它吧。